不管领导大兵还是小兵，一旦病重了或者要面临死亡，你记住一条，你别怕死，你记住一条，你别怕死。即使是癌症末期，即使这个病死亡率很高，你别怕死，不管你承受的痛苦多大，你怕死就没有顺服了。你心里得怎么想呢？不能怕死，任谁没有意思，但是能达到顺服神，这个多数人做不到，我就借着这个病痛操练顺服。我应该有顺服神的百步安排，这样的思想，这样的态度，不能怕死，不能怕死，这是一方面该有的态度。你别担心你的病会不会加重，得不到治愈之后会不会死，再多久之后会死，死的时候自己要承受那些痛苦。别担心这些，别担心这些，这些不是你该担心的，因为这一天必然来到，这一天必然来到，必然要在那年那月那日来到。你躲也躲不掉，想挪也挪不去，那就是所谓你的命，就是神已命定好的，神已安排好的。你的手术多大，与死亡的年龄时辰，神好了，你担心也改变不了任何事实，你担心也避免不了这个事实发生，你担心也避免不了那一天的来到，
心是多余的。只会给自己的病痛带来更重的负担。